Hello，亲爱的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王者荣耀中有不少皮肤，虽然大多数都是需要氪金的，但也有免费皮肤，而且有的还十分良心，成为如今无法买到的绝版限量款。那么这些皮肤都是哪几款呢？一起来看看。第一款游园惊梦，这款真机的游园惊梦是2周年的限定皮肤，在周年庆期间参加官方的活动就可以免费获取。游园惊梦是真机最美的一款皮肤，以古典名著《西厢记》为灵感，展现出美化树下立着个美人的经典场景。除了古色古香的出场动画和人物模型，技能特效也是相当的美，二技能宛如梅花盛开，真的十分令人喜爱。第二款御剑飞天，这款杨玉环的飞天皮肤也是周年限定皮肤，皮肤的灵感来源于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壁画，反弹琵琶的人物造型，仙气飘逸，十分惊艳。穿着飞天皮肤的杨玉环在游戏内身后会有一条很长的飘带，非常好看。技能特效也是宛如行云流水，局内语音是古典丝竹的声音，听着非常享受。第三款魅力维加斯，相信拥有妲己的小伙伴都有魅力维加斯这款皮肤，新玩家连续签到7天就能免费获得，而且还是一款史诗皮肤。最棒的是这款皮肤还开启了定制功能，拥有星元皮肤的特权，配件拥有数十种，颜色样式各不相同，简直就是换装游戏现场，充分满足了女玩家对于外形的搭配欲望，同时也是很多典藏皮肤不具备的。以上就是超良心的3款免费皮肤，各位小伙伴最喜欢哪款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，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，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，下期见，拜拜。